我们 on live Snapchat。欢迎来到复仇女王基地。Yes, man。复仇女王有什么？你们是有特权，因为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哦。欢迎来到复仇女王秘密基地。耶！看谁？谁嗨？谁拍谁 ？You are Snapchat。啊、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他的 Snapchat， 我的 DSP 了 ，sorry。哎，我马上放哎、欸、，SNG 连线 ，SNG 连线，马上 right now。我们讲的都真的。复仇女王除了有女王，有女人，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的这里的晚餐哇！我们每天在这一给。我们有时候会趴着玩吃的，所以我们的晚餐呢，我们是哇，像 picnic 一样，来慰劳自己了。马上有，马上有，马上有。虽然刚刚吃完饭，零食还是不能少，零食绝对不能少。怎么样保持身材？就吃，吃，吃。哇，讨厌，讨厌。那你可以这样的 ，jesseca，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刺激耶！害人先倒霉，对，我误导所有的女人。吃，尽量吃，大家变胖了我就瘦了。哇，你看，果然是复仇女王，毒了这个。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保持身材就是吃垃圾，吃垃圾啊！我们都这样吃，妹妹。你们看到我一直在动，就来。妹妹最健康，妹妹都喝这种，每天哦，每天都在喝这种。今天没有下次，因为昨天一直粘牙，然后不吃淀粉，而且很恶心。呀，就是讲台词的时候，有时好像都是挡在我的牙缝那边，连结果拿不出来，所以很。他每天吃的都是那种神仙在吃的东西，不是啦。然后我就一直诱惑他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还有他咖啡啊，他也不喝的，他是来闻，他闻 Jessica 的咖啡，他闻。在旁边这样，它就饱了，它是仙的，所以不食人间烟火啦。你们在看的包包，仙女装 ，gadgets， 我怀疑她包包很多 gadgets， 你是小叮当，她是我们的 gadget 女王。我怀疑她在网上有一间店，一直叫我们，叫你们买啊。没有，你开的店哦，是她的店，是她开的。老师讲，老师讲，没有，因为我很喜欢买 cheap 的东西，所以我会想去跟着。不是 cheap， 是。有价啊，物有所值 ，OK， 物有所值的东西，所以我很喜欢上网上找，然后找到就觉得好用，好用就介绍喽，我是这样的喽，对，就这样。介绍就变成五个人买哦，啊、开心没有出门也是可以花钱的喽。我们四位就是传说中无知的妇女，然后这是诈骗集团，然后再骗我们四位的钱，现在还有名字哎，他仿在什么活动？对啊，无知妇女都在这里。泡呆果冻妹妹，姐姐。谢谢各位女王啊，谢谢各位啊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参观费100元啊，记得。有味道吗？有。